店，你要汇报呢。姐，我多啊，高头你那小手套会一点。你扫我是吧？你是哪个官？你怎么掉了吗？你扫我。嗯，哎，我扫你了。来下一个。你来冷一下，你来拿辣椒，小公主，把你那个，把你那个汤啊。有，把那燃气爆炸，十二人死亡，三人去世。等一下就到了，小公主。你那个棒棒糖也可以了。我的妈，回报这款包的鸡蛋，包装也不得了。我的妈，这小公主。这是塑料的，哎，啊，我又说泡沫的，那泡沫的，这是泡沫的。这你家？八百还八八百？因为这棉花糖现在很难做，天气热呢，要冬天就好搞了。烤完？对，烤完好吃。这个就是把一个糖丝给它做成做成造型嘛，还小兔子都可以做出来。贼甜。小口小狗，它都可以做出来，还有小黄鸭做出来是好看。来，帅哥。他底下在搞什么东西吗？啊，棉花糖、泡泡糖都可以，水面上都可以看看了。啊，水面上都可以的，看看了。这里做一个造型了，等就花式的了。要做，那先做，可以的，是做。来，我帮你的了。卖的。这十块钱应该买吗？紫子璇。两位紫子璇。王子吃个棉花糖了，免费吃个棉花糖。姐妹糖。要吃小兔子可以吗？你吃。这两份给你再吃吧。再几块钱吗？啊！这是你，你个干这个老板，干这个吧。旁边他妈都可以挑，看看啊。